可以拿到精致的棒棒糖，小朋友们都非常开心，欢度儿童节。基隆市议员施伟正特地致赠500支精致棒棒糖，分送给中山区中和国小以及中华国小的小朋友们，希望小朋友都可以过一个欢乐的儿童节，也受到小朋友热情的欢迎和校方的感谢。翻转上课跟下课，并且将这份快乐延续到学校到家里，也能够跟爸爸妈妈来进行分享。非常感谢施议员能够从幼苗带给我们的小朋友快乐、健康、安全的个角度出发，为我们带来了许多的祝福跟喜悦，爸爸都非常开心。那我们今天儿童节呢，除了自己需要准备的礼物之外呢，又有一个额外的惊喜，所以小朋友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开心。这边也谢谢所有的小朋友，谢谢一座给我们的惊喜礼物。祝大家儿童节快乐。对于伟正叔叔来发儿童节棒棒糖，小朋友们都特别高兴。市议员施伟正也希望将这份快乐从学校延续到家里，和爸爸妈妈们一起分享。记者吴俊松，基隆报道。